戏剧中的错分了。应该是不会断线吧。我发现那个被吸的吸呀，啊，我很细，我真正很细，拍不到这。可能说对了，安尼直接就可能摧残了。受的没有力气。忘记关麦。第二关，到底是燃烧还是鬼机呢？小鸡鸡非常好，应该是一百多万的血量了。那么，先送他一个小夫子，好不好？还真他捏捏的小舒服啊！我操，真是有够小。大概148左右。嗯，大概痛。他打你大概15000。把补满应该。嗯，补满就不会死。逮住，那是什么？我这个吸四，我看不出。我的魔眼会先开哦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七弟，我要让他赶快先出发哦，所以魔眼我不会在第一回就开在这里。然后七弟像那个双子一下就跳起来，哦，我这要检查一下。肌瘦合体配压后，我肌瘦没练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使用率太低了，所以我就没去练那一对了。
对，还很多卡都要练。艾德哈，嗯，一波灌过去好了。开一只就好。逮住！我来蹦过去，灌过去，对，灌过去。然后这边的话一样开啊。那我们就一波把它带走吧。啊，五康宝有点危险。既然没有补血。可以一波带走了，这才是问题。好，各位观众，为什么我们线上的这个七八 game 成员都没有声音？不是看傻，因为他们现在是看不到画面，所以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对，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现象。对，我现在只能看实况了。其实我觉得也是看电视的画面。嗯。然后就。一定会很慢，对，一定会很慢，因为比较没有气势。对，因为我自己都呆扰。嗯，感谢每一句话让十一也都震惊了。没错，有点难补啊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次都可以收短期哦，不要问，千万不要问。对，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可以收短期，千万不要。狗急会掉脚。哦，但这句话不是指我是狗的意思啊。我是说，对，那是一种人急会抱拳，对，人急会吃屎，人急不会吃屎啊，人急会抱拳，真的，人急会抱拳不要提起。或者人急会飙拳。为什么可以连续手转加上一个特殊的叠珠？你千万不要问，绝对不会告诉你们。对，是为什么？哦，如果不小心超越了平民转珠的极限，我只能说各位多多包涵，因为我的队伍也超越了这个时代的这个考验哦。这个队伍看大家看出来嘛，这什么时候的队伍嘛？对对对，很久以前的队伍。嗯转珠技术的优点啊，转珠技术的什么？钱啊？什么？真的是榴莲啊？会榴莲忘返？榴莲只有忘记吃了，是没有忘记长。不，因为它现在还没开，所以我们就不能急着吃这样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十五也无所谓，因为还是一波带走。哦，啊，这样应该啊坏掉了。现在就是属于用力锤的一个现象哦，因为新珠多，我就直接开了。看他这种抓痒的程度，大家就知道这个威力有多大了哦。哦，留一下新珠。哦，
这个叠珠是属于反射性动作，所以不要问我什么，为什么把它叠下去，也是反射动作是很难控制的。好，新出新出流。我们有两只哈，所以人的话就尽量开无所谓，人的话尽量开。那我现在新出蛮多的，两组新的，好吧，留一下好了。开。就好像一叠叠而已哈，没有两叠。不然让大家看到不太一样的转出，就多多包涵。嗯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对，因为身为一个专业实况，要能够控制嘛，不是只有控制天降转出，嗯，就是转心的意思嘛。哦，转出也要能够控制。好，啊，那个这不是我控制的，那个这不是我控制的。好，流星一样，流星。非常漂亮的鞋垫，非常漂亮。嗯，光，随便啊，就珠子绿绿就好了，谁要绿什么珠，看各位心情啊。这么多，那由于杂珠不够多，你看这边只有三颗，这边只有两颗杂珠，这边有三颗，所以我留左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杂珠不够多了，所以我留左边的。绝地逢生，嗯，起码刚才不叫绝地逢生，应该叫拼死一击嘛。来吧，龙哥。不知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开艾德，对吧？应该有人会问，对不对？知道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百姓不开艾德？为什么呢？平民百姓为何不开启艾德呢？请看，欧拉欧拉 K， 哦，因为平民百姓是不需要开艾德，就可以把它 KO， 好吗？哦，好。那这次安口应该可以吧？啊，这次安口应该可以吧？啊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说忘记开？那是故意不开的啦，那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，好吧？我真的是故意不开的，真的真的，我知道你不相信，可是是真的，真的忘记了啊！啊，今天实况应该到这边，哦，试了蛮多队哦，这一队已经够困难了吧？如果你玩跟柯南也可以啦，好吧？哎呀，好吧，
那好，今天实况就到这边哈、哦，谢谢各位观众，就是离开的基本上还留着呢哈，对，因为刚处理这家务事，好吧，好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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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晚安。